立法院委员会审查有关普发6000元现金的全民共享特别条例，正院版本被在野党批评是夹带钱意，高达3800亿，夹带东，夹带西。到时候选举到了，大傻逼！过年前就要发下去，我一直讲说这是天方夜谭。民众过年前6000元领不到，前立委林卓水呛，就是总统的决策不够明快，让民进党整个形象大受伤害。要用三个字来说的话，就是状况外，反应是太慢，普遍社会大众的经济的痛苦这件事情上面，他比较没有感受。蔡政府选后还将疫情调整成一年，真能抗中保台吗？甚至美国要卖给台湾火山机动布雷。系统各界担忧有危险性，国防部却强调火山布雷不炸人，但若如此安全，为何汉光兵推从来没有？网友更嘲讽，那蔡英文官邸美国白宫前怎么没有满满火山雷呢？假如对人员没有伤害，战争之中有所谓割脑战或斩首战，为了保护啊这个总统的安全，应该啊就是总统啊的花园里头全部都摆满啊这个战防雷。因为蔡总统是不是自己要先身上绑炸弹来再告诉大家说他要来布雷啊？他是不是先在总统的周围先布一下，总统先感受一下，每天走出去，反正能踩到不会爆炸的那种氛围嘛。美国就是要把台湾当作火药库，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如果像他们讲的这么安全，请问这些的火山地雷有没有放在美国？网友嘲讽，就怕台湾下一代得去当拆弹少年团。专家吼，美国把台湾当火药库来牵制大陆，害惨台湾百姓。记者谢宏儒、陈怡蓉台北报道。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